大家好，我们是彰化县的永大汽车，我是业务小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台2019年的 CRV。首先，我们先看到车头，它有一个 LED 的日行灯，有 LED 的大灯，还有非常霸气的水箱护罩。真心为您把关，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它搭配的是一个18寸的铝圈。来到车子的侧边呢，首先这台车它有摸门解锁，车尾的部分呢，则一样是 LED 的尾灯，后箱的空间是非常的大，而且后座还可以做倾倒的动作。进来到驾驶座视角的部分，首先它有一个全彩的液晶仪表，看起来是非常的科技，有车道偏离。有循迹防滑，有防碰撞，有电子后视镜。方向盘的部分呢，这边是方向盘的快控，然后还有跟车的操作，还有换挡拨片。比较特别的是，它在你打右转灯的时候，这边可以看到荧幕，还有一键启动的功能，是电子手刹车，还有 Auto Hold。中间荧幕的部分，它有很多功能，有导航，也可以连接你的手机放音乐等等。它是双区的恒温空调。这边有一个节能开关，置物空间的话算是多啊，有杯架可以放饮料，打开的空间其实也蛮深的，可以放不少东西。整个车内的气氛是相当的好，非常的新。后座空间的部分，以我身高170公分标准坐姿，膝部空间是相当的充裕，头部空间呢也非常的足够。它有后座出风口，后座有2个车窗，扶手拉下来。有2个杯架可以做使用，可以放饮料啊。整体的内装都还非常的新哦。最后呢，欢迎大家有兴趣啊，都可以上我们永大汽车的官网查看这台车详细的规格以及它的一些资料等哦。这台只跑了6万多而已，现在入手只要70几万。我是永大汽车的小林，今天的介绍到这里结束，各位拜拜。实在就是。SUM